就是不是你们看一下一心那边那个颜色很好看，你晚上四五点了，咱们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主持人雨辰，各位好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先打个招呼好了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欢迎。风风对，而且手感觉得怎么样？跟大家描述回馈社会。OK，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搜狐时尚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小燕这张专辑是我非常用心做的一张专辑，真的是参与了音乐的每一个领域。我希望这张专辑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关键词吧，第一个牛掰，第二个感动。我希望把我这份执着的这些东西，最后呈现的这个成品，给粉丝，让他们能够感动。不是我，然后我希望的是所有的音乐的作品出来以后，让每一个人觉得这是牛掰的作品，是有质量的作品，不是草草了事的作品。这也是我张艺兴的作品。对，因为我不熟洗衣服嘛，但是洗衣机是肯定会用的，特别是像他出了这个3-4球以后，就是真的是很方便，对，放到里面去。看情况吧，你说你要一个人逛街的时候你被拍，这还挺复杂的，你也要感谢别人喜欢你是吧，别人就把你当回事儿才拍你是吧，但是有时候确实因为这个拍也会影响到一些秩序啊问题的话，也会觉得有一些不安啊。还是有很多两面性的这个事情啊，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。2分钟啊，对啊，啊，但是不看看是见谁哈，见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穿着方式啊。平时的话，比如普通见朋友，那没有工作的时候。我没有什么很多见朋友的时间，基本见的全部都是工作人员。非工作情况下一般不化妆，就戴个口罩就出去了。对哈，应该就是不会那么快认出来，就觉得哎这个人有点奇怪怪怪的，但是不会说哎他是谁是谁这样。但是有没有办法，你有时候戴了口罩别人认出来，但是你也就跟别人点头就 say hello 就好了。有造型师帮我做的时候，也有我自己选择的时候，反正就是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。符合太字的这个捷径，哎，我喜欢蓝色、紫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绿色，还有，哇，其实各种颜色我都喜欢。音乐之外，我喜欢运动，运动完了以后还要干嘛？还有聊天，还有打打游戏，还有看书，哦，方便啊，冒险岛嘛。拿到什么级别了？啊？拿到什么级别？还不能告诉大家。反正我有一些特殊的装备哈。对，首先这张新专辑在音乐方面，希望给每一个喜欢张艺兴的人一个最好的答案。完了以后，也给每一个歌迷朋友最好的一个答复。完了以后呢，下面会去拍《黄金瞳》这样的电视剧啊。对，最美女人，就像我妈那样。对，有一些什么特质？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不是，哎，这反正是真事儿哈，就家庭就家庭情况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老妈为了我想做音乐，给我买了一个，就是给我买了一个电脑，就借钱给我买了一个电脑。但我想说，现在张艺兴的作曲编曲也没有令我老妈失望，那个电脑是真的发挥了作用。对，虽然我那个时候想买那个电脑的时候，可能出发点不是那么的纯洁，不仅仅只是为了做音乐，但是是妈妈给我买了以后，我真的是好好利用那个电脑，然后也在用音乐给老妈一个最好的答卷啊，所以还蛮高兴的。我有时候不在这边的时候，她会帮我去打理一些事务，对，因为我有时候要出国嘛，对，所以会帮我打理一些事务。我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，真的所有，就感谢老妈这么支持我，在那个时候，反正我觉得也还行吧，没让你失望，反正那电脑我觉得你买值了。